Hello， 小朋友们，你们好，咱们又见面啦。今天咱们要学习的这个英文单词是一种首饰的名字。首饰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戴在身上，特别漂亮，起装饰性作用的东西。今天咱们要来学习的这个首饰是一种长长的，能够戴在脖子上面的东西。小朋友们，大家是不是已经猜到是什么了呢？那咱们赶快来看看吧。N E C K L A C E N E C K L A C E Necklace 是什么呢？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咱们快来看看这个坐在马车里面的小仙女会不会带给咱们这个东西呢？哇哦，出来了，是一颗惊喜蛋。哇哦，Necklace 项链。 Necklace 项链。 Necklace 项链。小朋友们看，这是一个冰雪奇缘的项链，上面呢，这个项链的坠子呢是 Elsa 和 Olaf，是不是很漂亮呀？这个是戴在脖子上面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咱们学习了一种首饰的名字 Necklace 项链，小朋友们都学会了吗？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那咱们下次见咯，拜拜。